大家好，我是小潘。现在已经快12月份了，然后天气还特么热，气温都快达到30度了，在广东。但是在北方现在都已经下雪了，所以感觉这个天气气温差别太大了。现在在深圳的街上穿衣服基本上都是短裤短袖，一点都没有冬天的感觉。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深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入冬呢？现在都12月份了，还是穿着短袖短裤，太热了，真的。北方地区都下了好几场大雪，这我们这里深圳阳光普照，温度都快达到30度，看都是穿着短袖。现在可是马上12月份了。好凉快，现在可快到12月份了，还穿短袖短裤，好热。刚刚带大家看了，是不是大家都在穿短袖？然后很多人还穿着短裤。所以气温现在还是特别的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入冬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